是敌军来袭吗？主播莫慌，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还好有它及早警报。来人，快把我厨房炉火关掉！警报解除。它分成真烟室及定温室，可以侦测烟雾或热度，发出警报声响，警示火灾发生，以便及早逃生与报警。妙哉！装上电池，测试成功就能使用。它和爱情一样优秀，真是好棒棒！家中应安装适当助警器，若安装于墙面，应距天花板15至50公分之间。助警侦测抢先机，居家安全有助力。